乖乖的，要不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呢？什么问题？你是不是真失忆了？我我要去游乐园，去游乐园玩，坐旋转木马，我想妈妈。游乐园关门了。啊，电玩城也关门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不要，我要去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嗯，坐下，不要这样，乖乖的，不要这样。你讨厌我，你讨厌我。我讨厌你啊。你刚刚凶我，就是讨厌我。乖啦，好了好了，我讨厌你，不讨厌你，不讨厌你。